由中央科技通讯社来策展。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曾经在中央今天举办的时候获得广大的回响，所以呢，我们应观众要求，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在全国的四地陆续的来展出，而第一站就选择了在高雄。1912年，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成立，那就是中华民国。在隔年就跟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双方的友谊持续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年了。而这100年当中，虽然风云变幻，可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呢，可以用是金石间这样的友情来形容。那为了增进国人对于我国政府对于推动外交事务的认识，而且呢，能够了解中美之间长期的互信以及友谊，我们特别举办了这次的展览，同时也为了纪念台湾关系法签署35周年。那今天各位贵宾，我们能会呢会为大家进行引导。那其他的民众呢，我们从今天开幕之后，明天正式开放民众来入内参观，一直到4月12号为止。那民众呢，可以到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还有高雄市文化中心，以及高雄地区的各大广播电台，还有高雄市社会局儿童福利中心、妇女馆，还有外交部南部办事处来免费索票入场。当然，各位社会宾，今天我们不用索票，等会会为由专人来为大家入内来引导啊。那在今天，我们为了展现中美之间的情谊，我们开幕表演也特别请了我们高雄美国学校的同学来为大家做精彩的演出。首先呢，我们要邀请的是高雄美国学校由 Jackie 跟 Kate 要上台来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还有呢迪士尼的卡通小美人鱼 Polar World， 还有最近很夯的冰雪奇缘 Let It Go 主题曲，三首歌曲加起来非常好听。我可不可以借由各位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美国学校的 Jackie 还有 Kate 上台来为大家演出，掌声给大家热烈一点吗？谢谢。在他们准备的同时，今天为大家迎宾的同样是高雄美国学校的弦乐团，为大家在我们前方的弦乐团的演奏好听的一些古典音乐。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请 Jackie 还有 Kate 来为我们做演出，谢谢。
院长与美国领袖罗斯福首度面对面会谈，掀开中美历史上重要的一页。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迁台，历经风雨飘摇，加强内经统治，创造台湾奇迹，坚守民主，在国际社会站稳脚步。其中与美国关系最密切，情谊历久弥新。Thank you.
外交部南部办事处处长陈忠大使。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处长欧介林欧处长。屏东县政府副县长周嘉宾周副县长。国立科学工业博物馆馆长陈贤祥陈馆长。日本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中村隆信和董所长，欢迎。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高雄分处处长莫尼拉以及夫人德丽丽，掌声欢迎。泰国贸易经济办事处劳工处处长关达关处长。台湾屏东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林金松检察长。外交部北美资专。
这一次的主办单位的主人，也就是外交部南部办事处的处长陈忠陈大使上台致辞，有请陈大使。日本交流协会事务所中村隆信中村所长，菲律宾驻高雄办事处莫尼娜处长，担任莫尼娜。泰国驻高雄办事处关达处长，担任关达。巴蒂马拉驻台名誉领事陈进南先生、陈夫人。各位医学界代表，各位学术界的代表。启川基金会陈理事长陈天普先生，各位社团代表、各位贵宾、各位参加本次活动的美国友人和美国商会的领袖，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大家早安。早。本人今天非常荣幸代表外交部林部长出席总统您好中华民国与美国联手外交影像暨文物特展的开幕典礼。首先在此代表外交部向在座各位深致最诚挚的问候之意，并且对鼎力协助本次特展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陈馆长以及所有工作同仁和所有的职工服务人员表示敬意，表示谢意。同时呢，要对美国学校义务提供这个这么优秀的同学音乐表演表示万分感谢，同时也对郭荣立的贵宾表示敬意，表示谢意。这项展览去年曾经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展出，反应非常的良好，所以我们总统府外交部门决定移到南台湾重镇高雄举办这个巡回展的第一个特展。那么希望能够借此特展增进南国民众对我们台美关系的演进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将地方跟国际接轨。此外1949年4月10号是台湾关系法签署日，那么这次在高雄展出的成绩刚好包括了台湾关系法签署日4月10号，因此呢，借由这个特展，加深我们国民对两国关系深厚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双方未来合作前景的展望，意义倍加浓缩。这次特展将要展出19天，正如刚才我们美丽的司仪特别介绍的，包括6个主题：中华民国与美国双边关系大使、总统您好、礼尚往来、高峰会谈、同性外交以及和平互信。迈向高峰会6大主题，特展中把一张宝贵的相片和数十张历史珍贵的历史文物，见证了从1949年以来，我国在面临各种国际危机跟挑战的时候，与美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互相扶持，两国人、两国领导人和国民在诸多国际事件中和场合中，共同开创历史新局的。珍贵大国。1979年，美国政府与我国断交，幸好美国国会随即通过并且经考特总统签署《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坚定的承诺及支持，维护了台海和平安定的环境。台湾乃能以坚定稳定的发展，成为亚太地区民主、繁荣和和平发展兼容并蓄的。35年来，我国与美国在经济、安全、科学、教育、文化及体育各方面交流非常频繁，关系十分密切。两国政府和人民都具有正视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以维护民权、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的决心。自从马总统上任以来，民国运用活路外交的策略，逐步缓和两岸关系，改善。并且采取低调
凭议会的原则培养互信，促进台美交流和经贸发展，稳定地推进台美关系，并扩大长足进展。在经贸方面，去年我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577亿美元。台湾是美国第十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台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商在台投资超过221亿美元，我们是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去年三月，美国更派了副贸易代表马伦迪斯 （Dimitrios Marentis） 率团到台湾，重启台美两国之间中断已久的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简称 TIFA 会谈。借此会谈进一步强化两国在经贸与投资领域合作关系，这显见两国经贸关系密切而深远。101年11月，我国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 （Visa Waiver Program，VWP）， 是全球37个加入美国免签计划的国家中，唯一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一个国家。这显示美方对加强和我们加强实质关系的决心和重视，可视为美台关系的新的。纵观历史脉络，当前两国关系的密切是35年来最高峰。今天我们借着总统您好、中华民国与美国元首外交影像及文物特展，期望南部地区的民众更加了解我国和美国之间密切关系发展的轨迹，同时呢，进一步体会这样的关系何来不易，我们都应该更加珍惜，应该更加珍惜。最后，敬祝在座各位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陈东大使的致辞，谢谢。南部服务中心沈处长，我们美国在协会高等研究处罗处长，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各位媒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非常的荣幸，由于各位贵宾的莅临，让这一个博物馆呢，凸显了它的一个价值。本人仅代表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135位员工以及1102位的志工伙伴，欢迎各位今天的莅临，非常欢迎，谢谢。外交部呢，能够把今天这个特展搬到高雄来，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具有意义以及它的价值。这话怎么讲？我想我们每一个国人对于外交的事物，都应该要去关心，要去了解。但是在学校的课程里面，这一块呢，我们实在很不容易了解到，尤其是对于多数的学者学生来说。那么外交部呢，把这么珍贵的这些两国元首这个影像以及文物，能够搬到高雄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来，这凸显的我们外交部对于教育这一块的一个关注。事实上，如果我们全体的民众对于外交的事物能够去关心、去了解，相信我们的国人在于国际的视野方面，对于自己国家的了解会更加的容易。所以，外交部这样的安排，对于教育这一块呢，我想可以贡献良多。我们知道，这个学校教育以外，就是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那么，科学工艺博物馆能够跟我们外交部来合作，办理这么一个既丰富又有意义的一个特展，
相信对于南部地区的家长、学生、社会大众都具有它特别的意义。同时，也在这个地方要盼望我们的媒体这样的一个特展，它每一幅影像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物件都是一个故事。这么丰富的一个展览，盼望在展览期间能够借由媒体的报道，让更多的人能够来细细品味。同时，在座的各位嘉宾以及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我们今天共同来见证这一个特展的开幕，其实我们也共同写进了中美的一个交流的历史之中。所谓我们这个用影像来说故事，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非常的荣幸，也盼望未来我们持续有机会可以来做类似的一个合作。最后祝福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陈先生，上台致辞。陈区长，陈馆长，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外交部的邀请，我准备今天的展览就是要用英文的，所以我开始用英文。It's an honor to join you this morning for the opening of 总统你好, the exhibition here in Kaohsiung. This exhibition, prepar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ighlight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By recalling many visit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dignitaries since 1949.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both at the official level and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pillars of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Because of these exchanges, the relationship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grow stronger and stronger over time.Whether by way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cultural exchange,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or other means. Because of these exchanges, our relationship today is healthy and deep, and rests on a foundation of common values, including a shared commitment to freedom and democrac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isa Waiver Program,It is easier now than ever for residents of Taiwan to visit and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Americans to visit Taiwan. Indeed, the Visa Waiver Program stands as an example of the hard work that's been done for peop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o continue to promote and develop the ties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Director General Chen, Museum Director Chen,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opening of this exhibit today. I hope all of those who view this exhibit will gain a greater appreciation of the close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很荣幸与各位一起在高雄参加总统你好。中华民国与美国元首外交影像及文物特展开幕典礼。这个特展由外交部筹办，借由回顾1949年以来美台重要人士的互访与交流，凸显双方的深厚关系。官方管道与草根基层各面向的民间交流是美台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经由教育、文化、经济及安全等领域的不断交流，美台关系与时俱进，持续发展，日益坚固。基于对自由民主等共同价值的信念，借着这些交流，如今我们维持健全而深厚的关系。台湾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后，不仅方便台湾人赴美旅游，
也方便美国人到台湾旅游。美国免签证计划是美台双方一起努力获致成果的范例，依此模式持续合作，必可提升及发展彼此的关系。再一次感谢主办单位外交部及协办单位科公馆邀请我出席这项展览的开幕典礼。个人期盼参观人士透过这项展览，能更深刻认识台美紧密连结的关系。谢谢。各位媒体记者、先生、小姐，接下来的画面就让大家自由捕捉，踊跃的来拍照，多多的报道宣传。我们从明天起直到4月12号，开放民众免费索票入内参展。好，在座的各位嘉宾，我们也邀请您在台下担任我们的倒数贵宾，一起为我们这一次的特展来进行揭幕。让我们一起倒数3秒之后，请台上贵宾用解。让我们一起倒数3秒，预备，来。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是大概是断交以后这个30几年来最好的一段时期。最典型的几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加入美国免签计划。这个我们跟美国互相之间呢都互相适用免签，不管是我们的国民或是美国的这个人民到台湾来，那么互相旅游、互相拜访都非常的方便。另外呢，这个中断了5年的 TIFA， 这个我们双边这个之间的贸易投资架构的这个协商中断了5年，那这个去年恢复，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里程碑。另外呢，当然还有数不清的美国这个国务美国的国会通过了这个很多重要的决议，那其中包括支持我们参加ICAO， 就是国际民航组织啊。奥巴马总统这个宣布支持我们参加WHA，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等等，这些都很典型的反映了这个我们跟美国之间呢，即使断交了35年来，我们互相扶持、互相协助，那么再让我们这个不只是在台湾能够经济上稳定的发展，那么在参与国际社会。还有我们国人到国外旅游也都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掌握。随着我们大陆跟那个美国的关系搞好，好像我们的一些贸易都转往大陆跟美国，我们是不是有影响到？事实上我们本来就应该美国本来就应该跟大陆这个贸易方面呢要加强，所以别的地方呢这个影响不大。事实上像以欧盟来讲，我们自从跟欧盟之间有互相免签计划以后，我们到欧盟的这个旅游的人数也增加了很多。所以我们是全面性的，不会说因为这边加强那边就弱了。是这样，就转换别的地方就对了。都全面性的加强。全面性加强。所以说中美的贸易没有减少吗？没有减少。还是没有减少就对了。好，谢谢。好，谢谢，感谢你。